没杀，他并没用。打野没杀。妈呀，你在按摩吗？哇，这好多血，真的拿下！啊，全下，全部下死，全下，一下，哇，完美配合，可以。因为啥？可以来一点作用。他没在呢。没弹。上网有的，不知道那个。这个。他没去地狱，他去黑火腿。哎，是火腿。还有大的，谁说他没大的？我说山皇没大。哎呀！谢谢年庆送了100个飞机，谢谢。妈呀！我说山皇没大，我什么时候说那个打野没大哥？大气感谢，他们老板，大气感谢。刘文山，别人感谢你，怎么不？你说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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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右边，左边，我帮你挡，哇，阿妹！What the fuck? This AD? 为什么要越打？哎呦，好兵！压进去干嘛？啊，好兵老板，大气感谢！李文山，你现在告诉我，你被什么东西打死的？为什么我帮你打了猪妹搭，你还是死了呀？你懂不懂啊？不是，我帮你打了猪妹搭的，你怎么死了？你是猪吗？Sorry。好兵啊，去哪？谢谢大哥送了100个火箭，谢谢。啊，林伟啥？下个，林伟啥？为什么要越塔？你告诉我。林伟，你怎么死了？你先告诉我。林伟啥怎么死了？你要不要按一下，他死了呀。妈呀，这个寒冰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，来一点作用啊，林伟啥？因为你问我是不是什么？看你自己垃圾，你还逼逼我的妈呀！你心里没一点逼数吗？快拉，等鳄鱼，他妈！看你自己垃圾！妈呀，真想打死你！别死，西巴的呢？另外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没看到猪妹刚才？你是不是没看到猪妹？你先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没看到猪妹过来？因为啥？真的，我帮你还不是帮我们家的那个猫呢？我们家的猫玩 ADC 玩的比你厉害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我们家的猫玩用脚打游戏比你厉害10000倍。你踢下来送三个人头是你吧？踢下来送三个头是我吧？但最后一波送的是你吧？接住的是你吧？那个越塔的时候你被什么东西打死了？你先告诉我，我帮你打了猪妹，打到你怎么死了？你告诉我。下皇抽死了，下皇这么厉害吗？对，下皇一样的。OK，Sorry。